大家好，我是文。今天我们所要讲解的是三五八到三五九地方，注意听，注意看。我们先给你掌声鼓励一下。辛苦了哈，好，大家加油，三五八。A. Of people, devoid of more meaningful pursuits, has now assembled in a disciplined manner, forming an orderly line in anticipation of indulging themselves at the esteemed ice cream parlor. 好，你把它看一下，你刚刚听哪个字？那我先把中文意思把它解释一下。你看啊，怎样的人他欠缺这个有意义的一个追求？他们现在排队很有纪律的排队，然后行程队伍排得非常好，期待能够让自己在这个很有著名的这样子冰淇淋店吃冰淇淋店里面的东西。你当天来着？那我们一个字解释啊，你看到 people 这个一个 people 嘛，哈，那个 devote 这个字呢，就是欠缺这个 lack 怎样子？更多有意义的 pursuits，这是 catch 去追求的 catch 了哈。那呢 has now assembled，它怎样子呢？就排队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字呢，可以等于 come together，他们在一起。Come together 呢，在一个什么？In a single place，在一个地方做什么事情呢？Discipline 是很有纪律的一种方法，这是 way 的意思。Disciplined，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 behave，它这个行为怎样表现的？behave，它是怎样？be controlled，它是可以被控制的，be controlled。Forming 呢，an orderly，井然有序的。那井然有序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它是 well，这样非常好的。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字是 organize，你看 arrange 的哈，安排的 arrange it，或者这样子呢，arranged 或者 organized，被组织的，好，这非常好，所以井然有序的。他们做什么事情要期待。期待怎样子呢？Of indulging themselves。indulging 这个字是沉迷或喜欢做什么事情呢？所以可以什么？Has something。Has something。这个地方是什么？他们喜欢的，enjoyable。To have something enjoyable。在这个什么？Esteemed，很有名的，很有名，声誉很好的，他的名誉很好。这个字可以这样的，respect。他是被尊重的，respect for an opinion，他的想法的意见这样子，of someone somebody，人家对他是很尊敬的，想法是很尊敬的。在这个地方，ice cream parlor，这是小店铺的，是一个店铺，是一个小店的意思。那这个字呢，可以等于怎样子呢？它是一个 business，它是一个生意的哈，business。Business 做什么事情呢？Provide，它提供了一个 service，提供一个服务，或者这样的 product，或者产品的，啊，这一个小店铺了哈。你单听两个字，所以这边考你应该是考你单字的 backpack，背包 package 行李的 policy 政策 throng 是一群的，一群人的。那 throng 这个字呢？答案群里说，一群人哦，在排队要买冰淇淋的，在答案群里写 throng。那 throng 这个字呢，可以怎么解释？哈，我们看一下哈，擦掉。它是一个群体的哈，a crowd，它是一个群体，a crowd，或者怎样子呢？a large group，a people，就是一群人嘛，可以哈，作为答案群里选猪。Throne 可以了哈，好，你把它看一下。那你说哪几个字会考呢？好，你看啊、哦，这个字 throne，a throng of people 一群人的，devoid 这是 lack 欠缺的，再过来 assembled 聚集的，disciplined 这纪律很好的，orderly 是井然有序的，它是 well organized。或 arranged，anticipation 是期待的，indulging 沉迷的
Esteemed, 声誉非常好的，名誉非常好的，还有个 parlor， 这是小店铺的。Devoid, assemble, disparate, anticipation, indulging, esteemed, parlor, throne。 OK 了哈，好，那我们再把上午报的地方再给他听一下。A of people, devoid of more meaningful pursuits, has now assembled in a disciplined manner, forming an orderly line in anticipation of indulging themselves at the esteemed ice cream parlor.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在三五九的地方，你要注意听哦。我专心，我包含我要专心。外面现在有学生，我还是要专心的哈。三五九，如果等一下有学生闯进来的时候，请见谅一下哈。好，我们听一下三五九的地方，注意听哦。The ethical acceptability of euthanasia, commonly known as mercy killing, a subject of substantial deliberation and intellectual discourse. 好，那我们看一下了哈。啊，你答案点哪个字？我们先把中文给他翻译一次哦。他说，安乐死这种道德伦理的接受程度，还是啊以什么为著名的？他是以什么慈悲的杀戮的？他现在还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主题？还是保持一个怎样的主题呢？大量的讨论跟怎样子呢？他需要有一种智慧的一种交流的。你答案填哪个字？好，你看到、哦。那我们一个字解释啊，这个 ethical 是伦理道德的，它就是一个 belief 啊，它是一个信仰 belief 呢，它信仰在什么事情呢？在 morally， 在道德伦理道德上的，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wrong， 这道德伦理上的 acceptability， 这接受程度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 ？euthanasia， 安乐死的。一般而言呢，它什么以什么让人家认知，以什么为名的？这是慈悲的杀戮的。那呢，它还是现在一个 subject， 一个怎样的一个 subject 呢？非常重要的 substantial。那 substantial 这个字呢 ？deliberation， 这是一个 discussion 的讨论的主题，有大量的讨论的。还有怎样子呢 ？intellectual， 这是智商、智力上的一种交流的，智慧上的一种什么 ？discourse。discourse 是交流的意思。这个字呢，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哈，它是一个 communication。你看呢 ，communication， 它交流在什么地方？用讲的 speech， 或者怎样子呢？或者是在 writing 的部分。好，所以你答案填哪个字？这个地方考你的是文法，所以你看到这次安乐死这个争议的话题，它是一个慈悲的杀戮，还是大家一直讨论在交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会比较好？所以这个空格里面所填的是一个动词，可以了哈。那主词是哪个字呢？主词是 ethical acceptability。这是一个道德伦理的接受程度，安乐死的接受程度。那主词，这是个主词。那很清楚哦，它是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的单数。如果还是怎样子呢 ？remains。所以答案填哪个字？所以答案请你 remains 要加 s。所以答案请你选 A。我们把中文再翻译一次哦，你看呢？安乐死这道德伦理的接受程度，它就是所谓的慈悲的杀戮，它仍旧是一个大量大家在讨论的，还有智慧上的一种交流的一种讨论。OK， 那你说哪几个字会考？你看啊，哪几个字会考？第一个字 ，ethical， 这道德伦理上的。Acceptability 接受程度的 euthanasia 安乐死，再过 substantial
很巨大大量的 deliberation， 就是 discussion 讨论的 intellectual 智力上的 discourse 交流的 remain 还是怎样子的 ethical acceptability euthanasia substantial deliberation intellectual discourse remain。OK， 我们刚才所讲的是358到359的地方，那我们再把它看一次哈，我们快速的解题。所以看哦，一群人在排队要买冰淇淋的，注意听两个字 ，a throng of people， 这是怎样的 ？A crowd，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一群人 throng， 所以答案请你选猪。好，我们继续看呢。这是安乐死的接受的程度，它还是大家一直在讨论跟交流的，所以填哪个字呢？第三人称的单数，所以填哪个字呢？ remains， 所以答案请你选 A。 我们刚才所讲的是358到359的地方，给你掌声鼓励一下。我觉得这两题有点难，你还是多看几遍了哈，我们下次再见啦，加油加油加油，你最近可能要考试哦，你看把下面的连结多看几遍就过关了， OK， 你过关之后可能又到另外一个阶段去了， OK， 加油了，再见，拜拜。